我的赖解读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就是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拍我们的推荐频道第三集啦。那我们第三集呢，就是要来推荐我们的副代组的频道啦，就是 GTA 5台湾警察大队。那今天的直播，不是直播，那录影的样子呢，不太一样。这次旁边没有那台手机，那台手机现在是正在当帮我打光，反正把灯给关起来，你可以看这些，灯关起来了，然后旁边的灯，这盏灯现在帮我照着，现在帮我照亮一点啊，嗯。之前的灯不够亮，这次只能这样了。然后我先调一下灯，这个就好像形式中断组吧。好啦，那我来郑重来推荐大家一个频道，叫做 GTA 5台湾警察大队。那目前他现在朝1000订阅迈进，那也希望可以大家去多多支持 GTA 5台湾警察大队。那他的话是我频道的副台主，也是希望可以大家多订阅他，然后让他赶快的冲到1000订阅啊！影片就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希望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求你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沈文祥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，拜拜。